主管早。今天来挺早啊。嗯，昨天睡得早吗？哦，对了，主管，你昨天修改的方案可以了吗？你过来，我和你说。哦，好。我想念着你的气息，像同样的街道。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是我。主管，那边有人找你。爱情好像流沙。姐，我们等会查查座位，方便沟通。哎，来，人家，你去坐梁主管旁边吧。好的。就是你紧靠，寂寞会离别，假装不在。没有啊，谁看你啊？哎呀哎呀，你不是在旁边玩这些？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，陪我弹琴。找不到，主管那个资料可以再发一份给我吗？我要去开会了，我手机里有备份，自己传一下。哦，好。哎，锁屏嘛。什么老年品味，密码不给我怎么办？好像我已经跟你说密码了。对，你开着吧。没有。哎，主管怎么不在啊？主管刚才见了一个大美女啊，听说还是大学同学呢。哎，你们看他们吗？哎，你就是年年吧？怎么还是这么频繁？你才、是挺频的。啊，对了，年年，这个星期你来带。你好，小草，如果有不懂的，我们就来问你喽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你主管对你怎么样？他这个人可凶了，我跟你说，还特别毒舌，跟你说小心点。你又干什么好事了？啊，我不小心把水洒了，我这就收拾了。多大人了，杯子还拿不动。对，我现在发给你。不急，谢谢爸爸。哦，好。回去、啊、应该没公车了，我打车回去吧。我开车吧，太晚了。那不用麻烦了吧？我可不想在明天新闻上看到你的名字。哇，年年，你这也太多粉丝的东西了吧？看了吧，这个我拆了好多才有的呢。哎，这杯子也是我等了好久才有。那你这都多大了，还喜欢粉丝啊？你懂什么啊？这个少女。哎，主管，给。是，你不是最喜欢粉色吗？啊，是，可是这个，哎，拿着吧，反正你也收不到别人送的花了。可是这花是康乃馨哎。哎，姐，我给你留下方案，你可以帮我看看吗？我看看啊。哎，小小，不愧是高材生嘛，刚来就做的这么好啊。真的吗？谢谢丽姐。你发什么单了？主管，那个小小的方案好像已经很优秀了，不然我的就不交了吧。既然喜欢就交吧，争取一下没什么不好的。而且我觉得你也很优秀。丽姐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那个方案被甲方选中了，做得不错，继续加油啊。啊，真的吗？谢谢丽姐。主管，我的方案被选上了。我太激动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啊，我就说你可以的。你们刚刚说什么？主管脸怎么那么红啊？答案是什么？主管，你吃巧克力吗？知道感谢你帮我交方案。不吃啊，小孩子才吃巧克力。哦，那好吧。哎，小丽，你吃吗？最近也辛苦你了。哦，谢谢啊，刚好饿了。不是给我的吗？难得。철벽치면너무까칠해마음열면너무쉽다主管你也下楼买吃的？当然不是啊，你以为都算你要单吃啊，小心找胖没人要。总会有人要的。你这是沾纸啊。啊，哦哦。没要的话，我要。哎，年年，我今天
较急事儿，但是这方案明天要用，你可以帮我改一下吗？拜托。好吧，你给我。哦，对，还有打印机我们还会用，你可以赶忙顺便帮我打印一下吗？嗯，好。还有今天那个 PPT。这点小事都没能力做好，趁早走吧。那没事了，主管。还有急事的话，他们该做的事让他们自己做，懂了吗？又偷懒睡觉？我才没有。怎么，天天睡迟了还会犯浑摸鱼吗？怎么了？老板发现给我改了。